当初你甲宇飞进蝶洞蝶浴缸内底，就要甲伊害死，搁害天佑蝶水内底，好遐尼久，你这么爱深水，我都予你算一个有够，予你好好感受天佑甲宇飞的痛苦。你想要创啥？你根本是，你根本是想要害我哥，伊不是？你放心嘛。没让你那么好死，最好也给他认定一下，这样才能让我们这两个愤怒的妈妈给钱，然后一口气当套开。是什么认定啊？等一下，你哪有毛？这哦，是尿气啊，而且是肥滋滋的尿气哦。我听讲鸟鼠也受水，袂饮食，嘛唔知影真也是假，所以今日麻烦你，刚做伙做一个试验嘛。我袂甲鸟鼠竞争，好水啊！鸟鼠在受水时阵，伊的脚、伊的手，怎解伊撩一撩？到解撩就伤啊！志廷啊，你敢有感觉痛苦？其实你予人的痛苦，超过你即马承受的千倍、万倍。天佑在海水内底迄种蛇包，惊吓！我爱你即马，好好体会。讲唔对。你予我放假，所有的财气还无去了。今日我就要做一个兔子，看你以后是不是更加欺负我之下。看起来一只鸟鼠阁无高兴，那安尼阁去囥几只好啊？我若是死，你绝对夺袂我好多的财产。你放心，躲避行劫的方法，林志田家为阿妈到你这个查某孙，都已经给阮看真侪遍啦。到时阵，我嘛会当学你继续笑笑啦啦，啊，搁再找一间疗养院住一阵嘛。然后，我就会当顺利脱罪啊。你，啊，不过恁绝对躲袂过良心的这边。良心嘛，把你这笨手处理掉哦，是替天行道，是添福报啦。无错，良心，咱只是予伊一个教训。啊，我的姑姑，秀兰阿姨，我知影我唔对啊。你帮我耍我，我也不敢。志廷爱，你听清楚。虽然宇飞无愿做我的媳妇，啊，不过伊都好亲像我的亲生查某囝同款。以后你再搁再欺负伊，后盖我绝对用更加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你。我以后袂阁欺负伊啊！我以后看到伊有偌好，我就想偌好。我要讲啥，你应该真清楚啊！你想要买个嫁给我的慈祥？啊，若无，假使你这款任务，我就交予慈祥伊第一集装车了。那安尼，你会比今物更加凄惨。我再，我以后不敢，我以后绝对不敢。